咱讲伊个身体个代志吼，啊，搁看一个同僚朋友来吼，啊，你甲咱直接讲讲担心啦吼，是无啦？啊，我是台南吼，其实我是家属市的，啊，因为从之前咧做台南市长吼，啊，找你我遐去，啊，迄阵啊，我实在是想讲。我一世人是上界大，做小学的班长做六工，从来嘛做过什么都拢无吼。啊，做过小学班长尔，啊，听你前间讲要做组长，但是要怎做？我说我足惊吼，真足惊吼。我想讲，咱今日电话搁遮大吼，讲做迄个组长来报告离你的目标啊，甲对策。我看着拢戆尔，我觉得咱迄个。咱逐项拢还未完全就绪吼，啊，到底是要怎做吼？啊，但是我想一定有一个理想，哦，啊，无得这个理想，啊，就成做以后咱各位大家做伙拍拼的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吼。啊，我想讲，我会当来各位报告的吼，就是讲，这几个月以来，哦啊。电话卡来讲哦，好州长，这边卡来好州长，这个月以来吼，这几个月以来吼，啊，我咧想讲，这个中间的辛酸吼，啊，甲心结的代志，我先直接甲各位报告一下吼。一直咧讲在关于招人，关于招人吼，啊，人当是要咱去招吼，我咧想啊，无咱来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吼，也是讲已经啊，知影讲过去这个范例的阵容内底。较优秀的人，啊，咱来找，所以后来我有透过几啊款的经验吼，啊，去找过几啊款的场面吼，啊，有发生过真侪款的心结吼，啊，我捌去找台南市人院院长王伯和先生吼，王伯和博士啦，啊，伊这个人是头脑真好，啊，写册嘛真侪，啊嘛真有台湾心，真有台湾心，啊，这个台湾长老教会吼。因即个宗教的即款理论吼，啊早期有迄个解放神学，啊尾后本土神学，啊伫即个黄碧豪院长内底吼，伊阁出一本册叫《公道的神话》的神学吼，所以即中间就是进步，就进步，啊到尾就哦想来想去，着公道当解决代志的吼，啊然后透过神学的立场来咧解释即个代志，我去找吼。我咧甲讲，你甲讲吼，因拢食饭，因拢讲，因食饭，因拢讲吼，差不多大部分时间一直动，一直动吼，是，就是恶意来。啊，但是最后诶，证据吼，是甲我问讲，你会当摕一张证据互我看无？有美国诶授权证无？授权证无？吼，也是美国国呢？啊，证据写互咱诶团队，吼，比如讲志兴啦吼，也是讲迄个陈老师吼，咱诶主席吼，看有迄款物件互我看无？我想伤脑筋的吼，我对伊咧拜咧信拜上帝吼，我嘛毋捌看过上帝咧。吼，啊但是吼，你拢甲我讲，啊大爱安怎，大爱安怎吼？比如讲，伊讲我你看，你抬头看天顶，哦天顶个星星遮尔济，我你看树啊，树顶一日到，啊叶仔就变红个，哦啊所以即天空个飞鸟，啊地上个走兽，一切拢咧证明讲，即个宇宙有一个创造个主宰。我想你毋是拢咧甲我讲。哦，我前呾呾嘛毋捌看过上帝，啊上帝讲一摆讲，一摆讲，啊摕一张证明讲，哎，我就是伫遮着，敢毋是你用真侪证据，一项，互你家己去体会讲，即个上帝确实是存在，啊你毋是伫咧搞假，啊搁尾啊吼，我讲吼，啊以前我细汉吼，我听人报道吼，啊捌听过一个牧师安怎讲个，讲吼，啊有一只大只船飞啊过啦，伫海底吼，啊有一个人摔落去伫海底啦，哦啊即摆迄个。大船的人看到讲，这人摔伫海底吼，赶紧来救生圈甲沉的吼。啊，这人一个看到这船来吼，救生圈搬了吼，啊开始问啦。啊，你是要去底？啊，你是登记去一国的？啊，恁是咧创啥物的？哇，要是啊，要无命，你唔敢起来才讲，干那底还要搁咧讲呢？我是咧熟山喽，真个吼。啊，所以有迄个感觉吼，那过去啊，伫深入内底，尤其是靠迄款安尼，无一款意见领袖的人吼，啊，伫初期的接触，拢真歹讲，啊，一摆两摆，啊，就我都甲咱完全的认同。哦，啊，但是，若准则讲较一摆的接触吼，无得啊，因若准则佫行动落来吼，伊的行动力可能会变真大吼。啊，佫一摆吼，家己分社，啊，办邀请我去，
报告咱的这个文书吼。啊，我是甲恁讲了吼，迄、那个扶轮社的社长吼，偌欢喜的啦！我爱互看吼，我爱互讲的是，小我甲伊看着，我就发现讲，啊，我咧讲的中间，迄、那个扶轮社是对头笑到尾，一个面对头笑到尾吼。啊，即爿一个了吼，这个社长甲我讲，我是讲了吼，伊坐伫我的边吼，伊讲，尽我做社长吼，今仔日来听伊讲，听到上爽快。我要听到上爽快，你的组织要怎加入？我要加入。所以即摆即个现任的嘉义分社社长吼，啊，诚做咱的团队吼，是周内国的迄个医务大臣，医务厅长，因为伊是医生吼。啊，佫吼，迄日演讲煞吼，因有一个欢迎，然后伊分社陪同就知吼，佮其他总经理讲。我只今日总赚5000块，今日演讲听到足爽快，5000块总捐出来吼。啊，但是有心切的所在嘛是有迄、那个，安尼较着石头的所在吼。我以前是建国党，啊，我建国党吼，伫台南有几个好朋友吼。啊，我一知影这代志了，我赶快就来甲讲，讲新娘啥物啦？即摆吼，迄个即种理论吼，已经渐渐成熟啊。我已经进入讲啊讲，伊直接向咱接触，来讲，讲到我煞变江洋大盗啦，我常常起床唔接啦，脚都唔接啦，我那是安怎？我煞变江洋大盗啊！哦，我咧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我当然我嘛足唔忙，讲啊，我煞见我当然诶同事即拢无伫个啊吼，啊，你知嘛？足要紧个啊！啊，叫唔知先怎啦？我就常常甲讲啊讲，我咧不过差不多6个月拢唔闲，写3个月拢总唔接我个电话吼。后来啊嘛有吼。民雄教会吼，啊一摆一个中执会咧开会，啊我甲牧师讲，我讲吼，来，我即个即摆有即个上界新的进展吼，后来讲吼，伊个领导甲执事听吼，啊所以时间我开始讲，啊迄阵咱有一张迄个 application form， 迄个叫做台湾公民管理法案的迄个出一张草稿，迄个还阁未正式吼。啊，我讲，啊，我只要分两段吼。我现在讲的就讲吼，啊，牧师一日我边仔吼，啊，我现在讲的就讲，无一点讲目睭一擘开，哇，牧师伫写诶，伊伫遐阿贝克，你看迄草稿，迄是用参考的哦。牧师听着我安尼讲讲，哇，伫草，伊的资料该伫写，我讲枵过啦，还袂要发的啦，这只嘛用参考尔啦吼。这是块，是闽南教的吼，啊，搁一个是亲切的吼。咱关于吼，啊有几啊非常热心的朋友吼，啊爸爸参加了吼，啊伫鼓舞讲，伊查某囝来参加，啊即个查某囝吼，我有写写就抄出来，给提互我吼，啊了爸爸下摆第一次来培训，啊顶日啊，伊去我遐吼，讲嘿，我即个查囝了，直接讲伊，佮讲我卖较紧来培训，啊就干安尼，对啊拖。啊，所以就来行行吼，啊，我就一日边啊，爱就来用早间拍电话吼，讲，迄个即摆第二摆，你会使参加啦吼，时间上安怎，你出一个先看下。啊，大家用早间，大家毋知是，还阁无足清楚，还是还阁拢毋知吼，啊，电话嘛毋知哪办，爸爸讲，但是咧讲，啊，无以后咧啦，第三摆、第四摆安尼会款啦吼。但即个朋友一日，你安怎电话叫安怎甲早间安怎讲？哦，你阁有去哦？你要等第三摆哦，你要等第四摆哦，后摆要去做领导甲村长了。哦，啊，即摆过来哦，阁有一摆啦吼，伫迄个，啊，咱伫阮县内吼，啊，我咧甲大家咧当心啦吼，我讲，咱只有志咱也阁招招啦，啊，恁阁招其他个人。哦，啊，其实民进党的基层基本上拢无问题，哦，因无即个对伫迄个原来民进党的理论也无法度足详细甲了解，啊嘛无甲了解迄款理论的严重性哦，啊，但是长期拢真热心伫干的事，哦，这人咱先甲招啊，无要紧啊，哦，所以甲招较济人，啊，咱来甲算算下，不过其他怎呢？啊，办三块都在咧等啦。啊，阮伫即个台南州即摆暂时，我伫家己个关系吼，啊，所以家己个同事有较济啦吼。
但是台南市府我吼拜托几个朋友吼，比如讲蔡姓吼，传一个吼，吼啊，佮一个黄瑞仁先生吼，迄后摆拢变做咱台南县市的核心的干部，非常重要吼。啊，我摕着迄张公民权利法案吼，我就知影讲这非常重要。吼，啊，咱呢，迄个参议会吼，参议院啊，已经正式通过啊，啊是第一摆应该真好势迄份吼，阮就先加入了吼，啊我有甲加入的朋友几个咱的同同心啦吼，我讲来以后咱是要发的吼，哦咱要发这个台湾公民身份证吼，本土的台湾人吼，咱家己都爱了解。啊，咱若家己无了解，啊，人家甲你问讲，啊，这过来变怎，啊，你说怎拢无，还是变怎？所以我迄阵啊吼，要求拢总有六位，我讲拢总40几条吼，六个人，咱一人啊差不多7条至8条吼，咱就会使将这个法案全部精读。我啊，一部是去日本人啊，日本人吼，伊若讲，哦，比如讲，伫某一个部门。啊！伫倒位伫美国、英国出版一本新的册，吼、哦！啊！伫学校内底吼，迄、那个研究室内底吼，马上就分配。一本册拢共30章 ，30 chapters， 吼、哦！啊，一人负责 2 chapters， 你 chapter one、chapter two， 啊，你 chapter three、chapter four， 安尼分分咧，2点钟至3点钟，一本册大概读了了。哦，啊，就是讲你负责部，你毕业啦，啊，你读的是你要精读。哦，啊，进步了，你会当将你读个部分，甲所有其他人讲，所以其他人同你阁费真侪时间咧读你个迄个部分，啊，你着负责你个部分着。所以日本人咧对迄个新个物件推出来吼，啊，马上会使推翻译出来，还是讲咧推读翻出来，基本是咧写啥马上随吸收，随知影随吸收，非常厉害，着是安尼吼。所以我台南嘉义，我可能要求讲，你个同事啊做伙。一人大概差不多读八条啦，八条吼，40条啊，我安尼分配咧。啊，其实有大家有准备吼，啊，但是准备大家咧要做伙来做读这个研究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的时候，拄啊志成兄吼，我啊台南有甲咱交甲有招真侪朋友百几个，我共时间冲突啦吼。所以后来，阮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读书会吼，啊，阮如果延期，还是起码要未正式来读吼。啊，那个各位报告讲，啊，阮虽然是讲安尼拄则拄起来吼，啊，原来有真侪迄个真有行动力的干部吼，啊，顶礼拜六暗时差不多将近11点半吼，拉着咱的执行长敲电话。我好心吼，我足歹势吼，我明仔载家己得行吼，啊有一个好朋友爸爸过生日啦，啊告别式就是明仔载啦，10点半啦，啊看你会当拜托替我去甲联络一下。我想啊10点半啊，但是啊我家己一个去是要哪去？哦啊无少两个啊，那是要哪去？我爱甲我讲，啊我讲啊当迄个路环吼，咱。包皮包吼，还是啥？还是讲迄个房子吼？啊，落款是要写啥？我伊甲我讲个，说李登辉只有全国大会啊，哦，全国总会代表，哦、我这，无我搁伊个在台顶，哦，啊，法律建国会迄个代表安尼啊，全体代表。我无去，无之前遐人讲，你一定爱去，这真好个朋友，拜托你替我去。结果迄面吼。我是打电话吼，咱的同事吼，隔天日10点半，拢总参我4个，吼，做去甲联名行咧。这是一个真笑的代志吼，也是表示讲咱的团队的迄款合作非常重要，大代志，爱有团队的精神爱出来。即款唔是真大，但是同款拢爱有团队的精神，所以我真感谢吼，迄阵啊参我做去的王水的兄吼。迄拢11点，我靠，拢车12点啦吼！啊，隔顿早透早，较紧的其他工作要办，搁去。搁另外就是黄光顺，今仔无来吼，迄是咱的参议员，伊是负责迄款甲级营造公司吼，相当的无闲吼。啊，我一个打电话讲，我去，我几点安怎安怎来讲，我来处理到。所以，迄摆行动，我家己话真感动，真欢喜哦。
我真毋盲讲以后咱个关系吼，大代志、小代志、地方也好，也是讲以后中央也好，拢会当发挥出咱真好个团结精神吼。啊，最后要搁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吼。啊，今日啊，燕兄，高雄酒店一个朋友吼，啊去家己找我，啊后来我去倒人找伊吼，伊甲我讲，我恁即款工课做啊，遮进展啊，遮大吼，啊真正有需要一个办公室，啊这个办公室吼，伊拄啊伫家己公园咯，啊有一间厝吼，啊一楼、二楼，啊二楼差不多要甲将近200平。我只后摆来做这个办公室，足好个啦。我想讲，你遐听起拢足好个吼，啊，搁有一楼，啊，搁有二楼，啊，下骹搁三个停车位。我无，若会当讲变做咱个办公室，真正足好个吼。啊，伊搁甲我呾讲，伊讲，你吼，你，吼，我讲啊，这敢来足侪钱个嘞吼，迄面积遐大，遐大间吼。伊讲你免烦恼，你免烦恼。我虽然毋是郭台铭啦吼，若郭台铭我就杀你啦。啊，但是吼，我。袂，互你做办公室迄个费用哦，你摕去抵押，保证还阁有剩。意思是讲，你拢免摕钱出来啦，哦，摕去抵，你用抵押方式，啊搬过来，就变咱个办公室，哦，咱再看看顶个六七万租金个费用，啊，来进行，啊，这个意思哦，是互咱真大个方便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咱个能力啊是毋是做到，我毋知吼。但即个代志我嘛真感动吼，讲哎，啊，当时啊咱点点啊咧做，点点咧做。社会有足侪新诶人吼，啊，过来，我咧想啦吼，就是讲，伫你诶目标，即、這个目标最后就是讲，要成做咱真正建立一个真正新诶文化，一个新诶未来国家。哦，现阶段咱知影，全世界对台湾有所谓诶怀疑诶人吼、哦，就是日本甲美国，哦，日本是还佫一个残留的。主权的义务，或者咱拢知影吼。啊，然后美国有一个合法的管辖权，哦，啊，但是咱的自治之下，啊，几冬以后，十冬、二十冬、三十冬拢无去。这个中间吼，咱赶紧再做台湾人，重新教育，重新拢从对头啊进来。哦，拄则咱的台中州长在安尼一番谈哦，讲咱的台湾人安怎吼。我就甲咱讲，啥物是法治的台湾人吼？啊！我进前我家己咧想吼，我咧想讲，啊，英语也半吊子啦吼，你叫我去头讲英语我袂晓，啊，日文嘛半吊子啦吼，啊，掺呾吐两句啊，遐佫袂落袂晓吼，啊，这个什么北京话吼，袂晓讲起啦，哦，啊，什么滋啦、吃啦、什么伊啦、鱼啦、什么鹅啦、乌啦，我遐就拢分袂清楚啦，哦，啊，想讲我当。那安尼我是算啥？可能咱咧是台客吧，哦，咱咧讲台客，我甲你笑，我甲你半边哦，啊，可能是台客吧，啊，都英语半吊子啦，啊，日语半吊子，啊，北京话是咱移来移去，有来有去，出来出去拢袂晓，袂清楚啦，哦，啊，但是我阁无爱，我阁无本能咧，啊，我嘛无像咱，哎，假叫蓝白拖咧吼，啊，到底我啥物人，我煞毋知吼，啊，但是尾仔我咧甲想吼，我讲台湾人是啥物款人？台湾人真甲呾拢总无家己个国家吼，啊无家己个国家个人是甚款人？就是一款没有安全感的人啦，就是不安全感啦。啊，即、這个不安全感偌了偌严重诶！啊，做也无安全感，啊讲也无安全感，啊爸也无安全感，各个囝孙拢总无安全感，夭寿啊！干脆变做啥？啊，所以咱要讲台湾人吼，讲啊，阮台湾人吼是一群无安全感个人个后代啦。哦，真正足悲哀，非常悲哀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真正爱有需要咱家己国家，所以伫即个建立家己国家吼、哦，之前咱一定要咱家己个文化。所以即个新个文化要安怎来？我长期家己咧想吼，讲第一项要学习嘛，哦，啊，第二项学习了后吼，伊甲吸收起来嘛，哦，将即个文化、迄、那个文化，哦，咱咧讲啥物中国文化是啥物？啥物世界文化个杂草吼，哦，迄个甲慢掉嘛，哦。啊，迄个好个文化，咱拢在吸收起来，所以我听讲，原来这个机械设计的一个动机之一，就是讲咱要往欧洲学习。哦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咱看会到的好文化，咱拢开始来学习，学习了后，咱吸收了后，然后重新去创造咱新的文化，啊，咱的下一代拢总会当接受新的教育，成做一个顶新的人。
所以以前我伫网络吼，啊有看到，我人咧介绍讲台湾甲丹麦，台湾现代啊丹麦吼，诶一个咧真新鲜诶好影片吼，啊我怎甲捡起来吼，啊我想直接放互咱大家看卖吼，讲啊到底啊台湾甲丹麦是怎无共款，你会记袂咯？啊，台湾，啊，丹麦，吼。人是安怎，咱是安怎？同这个时，同这个时代，啊，伫这个星球顶端，啊，人安怎生活，啊，人安怎生活？啊，这是伊个迄个商业，所以我平常说顶过吼，伊讲无有心得去赢，我把这边顶过，这边顶过，我顶过。你在顶哪边哦？你顶什么？收入34,605美金，啊，这是根据 CIA 报告的经济指标来做的评价吼。全球国家排名第七，平均月薪是新台币180,000，是台湾的4.7倍。即使是上咧上报纸吼，上报纸拢会当摕到月薪新台币100,000吼，这是一个差不多。无善良人的国家来念。真奇怪吼，天寒地冻，啊，佫无甚物特别天然的资源的一个小国家，却会当创造出全球独建的这个富裕甲快乐国家吼，啊，去予国家地理杂志啊称作讲世界上差不多近乎完美的国家，这是所有国家的梦想。丹麦做到，而且是安怎？来，再来。啊，所以这人派记者吼，商业周刊吼、哦、派记者啊来
走去丹麦吼，啊咧看讲会当快乐，啊，佫有竞争力的这个秘诀是甚物？台湾气候顶悬赢丹麦，吼、哦，咱袂遐寒吼。啊，但是其他的所在啊，却输人一大截啦，逐位其他拢输人，后来过来。讲纵使天气恶劣，丹麦的爸母吼，却无惧炮曝露啦吼，孩子于户外，有一个真特殊的街上也能看到吼，就是讲平民外口都足寒，啊，爸母足足将孩啊，载着婴孩的娃娃车吼，啊，甲放到路边，啊，家己走去店里内底买物件，啊，是啉咖啡，因无惊伊讲囡仔会寒着，啊，故意要用呢来锻炼因这些寒冷气候的这抵抗力吼，就刻意锻炼他们的体魄吼。啊，托儿所的老师嘛，同款的呢吼，将孩子推到外面。让他们在冷天睡午觉，这个画面传递出这个国家社会状态。因无惊讲囡仔去互偷摸去吼，还是去互绑票，因为社会互信真高，互信很高吼。啊，福利真好，啊，人民不必争夺资源。丹麦人活在随心所欲、无所惧的社会，安全感的社会吼。因为求学无忧。失业无方，生病无惧，他有甚物讲？他有甚物通烦恼吼？讲啊，中国咧讲讲甚物老有所终，壮有所养，幼有所长的大同世界吼，啊，竟然是这北方的这个小国真正实现吼。啊，台湾的惨掠贼来狗吼，那你若无甲顾好，惨狗都甲你叫掠的吼，都会被人拖走吼。啊，这苏珊娜信吼，啊，这沙宝豪斯克Bruce Hoskop 吼，诶，这个故事就是安尼。这个苏珊娜是一个台湾查某囡仔吼，爱嫁这个先生，这个人是丹麦人，这个 Hoskop 是丹麦人吼。咱看伊故事是安怎，来继续拜读。这个苏珊娜吼，伊生一个囝，生两个囝，双生吼，拢总是患脑性麻痹，两个拢是吼，啊，伫台湾生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嫁是一个丹麦人，啊，后来伊参这因先生离婚了吼，伊怎甘愿要去丹麦照顾这个囡仔吼？讲几啊当前，啊，伫台湾医生的建议，啊，甲建议之下吼，丹麦福利的制度加真好，他离乡背井移民到北国养孩子，尽管当时他与丹麦籍的丈夫已经协议离婚，伊嘛是甘愿过安尼决定吼。啊，生两个双生啊，拢总是脑性麻痹吼。啊，讲到丹麦以后吼，伊并无孤单，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支持吼，啊，社会福利体系支持他，他的孩子能够免费寄养在福利机构，而且有三个人轮流陪伴。若是要上学，政府要还会出资请专人陪读吼。啊，因无吼囡仔托花父母，不仅如此，丹麦政府还出资60%。供苏珊娜买车子哈，啊，付钱让他学开车拿驾照，保养费、保险费也由政府负担。他呢，连个健保计划都搞出一堆贪污，啊，想怎他那个丹麦人管意将那个税金向你管的税金搞进入，哦，因为高所得不想尽办法避税逃税，过来。好，哥本哈根机场执行长尼尔斯哈，听到我们的问题是哈哈大笑，说，缴税哈，缴税是一个社会责任哈，我嘛算是一个真有钱的人，总是我愿意缴税，因为我无想讲要伫路里啊看到善良人家哈，啊议员这个恩师哈，讲家己啊赚100元，啊就爱交60元的税金，总是讲。这不是财富的问题，这是立场的问题。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帮助能力较歹的人。这是我伫丹麦看到采访的事，了不了了吼。哦，采访是普遍看到的声音，差不多无听到所有人拢在抱怨迄个高税率。啊，当然呢，有钱的人逃税避税，啊，穷人却一堆税吼，一堆变吼。丹麦人为什么快乐吼？也许答案之一在童年教育。你想看卖一个丹麦的家长，伊学期末的时，啊，你会想到囡仔甚么款的成绩单？答案是
你会收到一张完全无成绩的成绩单。这是商业周刊的采访团队吼，啊，实在实地访问着丹麦小学的一项真心的发现。丹麦孩子交给父母的只是一个敢若四阶的成绩单，上面顶端无啥物，顶端无啥物国语啦、数学啦，算出来吼，无这个分数，嘛无老师的评语，更没有排名。啊，无是啥吼？实际上，这份成绩单是由孩子自己写，还是讲用话？顶端敢若四阶分别就是你上欢喜的，你上爱的物件啥物？你上讨厌的物件啥物？代志啥物？哦，你上该擅长的事情是啥物？还是讲你最毋茫学习的代志是啥物？单安尼尔，迄就是囡仔成绩单。哦，咱无得反正咱想无哦，讲啊，这是咱是要创啥？简单讲就是讲，安尼才真正会当了解这个囡仔性向是安怎啦？哦，迄、那个因材施教是安怎？我常咧讲，这個教育非常重要哦。教育毋是干呐讲要造就你个人以后借以谋生的才能，毋是哦。教育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哦，要对这个细汉囡仔内底哦，找出以后未来人类的领袖哦，那个是非常重要哦。啊，所以伫迄个阶段，伫细汉的阶段，表现好表现歹，其实迄毋是上重要。啊，你若细汉的阶段，伊表现无好，哦，你就甲歧视，哦，啊，就甲冷的，啊，就甲糟蹋，这个囡仔就真正就安尼破晓啦。哦，啊，无了这个囡仔有迄个潜力，后摆无了哩。人类的各行各业，咱讲啊，人类的领袖哦，不是讲哦，一定政治的领袖，不是干安尼哦。溜冰嘛会使出这个世界级的呢，哦，啊打棒球嘛会使出世界级的呢，画图嘛会使出世界级的呢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伫人类内底找出各行各业各界的迄个领袖人才出，非常重要哦。来，所以现在讲。副总理啦吼，副总理，做本特吼，本特吼，每一个人拢有权利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，不仅是那些生有，不仅是那些有天赋的人，迄个天赋爱挖掘呢，爱挖掘，哦，你爱教育，爱真有耐心，挖掘。我常咧想讲吼，迄个爱医生的老师，那今仔日要搁再写吼，伊唔知要挖建校到怎头安尼挖一个空堆面，哦，世界遐尼伟大发明家，伊竟然讲你参读小学的资格都无，所以伫教育方面吼，咱真系真心在花费真侪资源，啊，认真在研究看，啥物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这个教育吼。台湾的小学作文志愿全都是老师、医生、律师或者是总统，为什么？因为钱多而且很常见，哦，又会被肯定。丹麦能够做到，背后关键是有个廉能政府，这经济型的政府哈，得到人民的信赖，愿意把半数以上的所得交由政府分配。丹麦人非常无法容忍政府官员贪腐或享有特权。我常咧感觉讲吼，公务员若无经济型，一定无法度成做一个，这个国家一定无法度成做一个一流的国家。迄、那个公务员的操守非常重要，伊伫每一个关卡，甲你把关得很紧。即、這个少年，即、這个国家才有可能走出一流。所以咱真毋茫吼，啊，毋是干那伫台南省吼，以后咱规个台湾拢会当走出世界一流的国家吼。如果举例而言，2005年5月，丹麦爆发低阶层移民官收受中国留学生贿赂的丑闻吼，其中一件丑闻贿赂的金额约23万，竟被称为丹麦30年来最大宗的贿赂案，23万哦。谈及对政府贪腐的容忍度，诺德国制药公司啊，一间制药公司哦，诶，副总裁伊讲做一个扫地出门的迄个要诶清洗哦，伊讲哪真的让我弊案哦，我们零容忍，一定要他下台。所以一个政府的官员吼，也是讲公务员，迄个操守非常重要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迄个全这个社会所有人拢有这个觉醒，一定要真理性吼。一段真讽刺哦，当然人看到台湾的贪污案，大概会中风吧。人民信赖政府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。我先来，台湾呢，有一对老夫妇以肩而坐，这是丹麦人哦。
啊，遥望欢乐的孩子，问到他们快乐不快乐，老先生说我们很快乐。再问他是什么，他回答，因为我们是丹麦人。Yeah, 那个时候 ，he so proud he was in 丹麦哈。来，伊讲是安尼就教，答案真简单，总是却令人震撼吼。咱在当时在讲，但我们以台湾人为荣吼。现在只有政治人物用爱台湾、拼经济三个字来做抹黑竞选的对手，抹黑竞选对手。有哪个台湾人民会真心说我爱台湾？以来不忙，其实到那里当讲这款肯定的答案。我那好不够好吼，我想我今仔是简单报告到这了吼。来讲讲，因为从你口中说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所以真快乐吼，一直感觉吼。我不知咱是毋是一个真安尼会当真有自信，啊真骄傲的台湾人。我想我大概报告到这了吼，咱真期待讲咱大家啊朝着阿咱所设定的目标吼，啊真尽早。嗯嘛，我们梦想会达成，多谢，感谢大家。飞升。